到挖机娱乐家庭群像拍摄现场，首先出场的是蹦床方队。安排别人的蹦床。毛不易的蹦床，别人的蹦床，毛不易的蹦床，好，谢谢。你觉得在挖机挖酒量王者是谁？毛不易吧。艺人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毛毛吧。毛不易他酒量挺好的。那最能喝的还是毛不易，但是最喜欢喝也就赵天宇。啊？就我本身不太能喝，就会等他们喝到快差不多了，倒下了，我再给他们扶回房间。哦，收拾残局的那个人。他收拾什么残局？有时候他本身就是一个残局，他本身就是一个残局，大家得收拾他。哦，尴尬了。我觉得呀，他出的答案都是你摆的。不是。我觉得是周震南。我觉得是丹妮。廖俊涛其实也挺能喝的，应该不是我，因为我经常喝翻，对吧？对，剧名是酒疯担当吧。不，鞠一鸣是干饭担当。那你是最先倒的吗？我不是，必不可能是最先倒的。那最先倒的是谁？廖俊涛。别问，问就是明日一棒儿牛。你没事吧？你突然间很有精神。对，我就突然逐渐没笑容。为什么？因为就要 focus， 要很专注啊！对啊，对啊。三二，怎么感觉我像迎宾？下面请欣赏一秒营业的大艺术家们。是哇哦，这是我们的田艺，我们的采访正式开始，是不是有点猝不及防？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在房间你喝了酒对我说的什么吗？我说了什么呀？你说了正好，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只是我平时不敢。Round two， 你的心情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挺开心的。你开心就好。突如其来的采访，拍摄感觉怎么样？太好，非常棒，太好了，棒极了。今天气色又特别好，一定可以拍出很棒的照片。我们这么多人拍，你们会有压力吗？不会，这个不算多，不算多，因为我是一个大明星。很满意，特别满意。不满意，对面就是化妆老师。我的刀呢？老师，我们都非常的满意。刀都放在哪儿？我太难了。挺好，不错，时尚，可以，靠谱。Part One。前几天还跟郭子凡、武嘉成约吃涮肉。我回北京的那一天晚上，我明明吃了饭，武嘉成找了个借口说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就为你庆功吧。其实他自己想吃而已。
他说是他陪我，其实是我陪他。小月刚从外地回来，他当时正好发了首新歌嘛，然后我听那首新歌，我是真的觉得很好听，然后把他好一顿夸，可能他心情就很开心，然后就约我吃了顿饭，然后正好跟小虎一块嘛。是他约的吗？对，是他。你硬拉着他去。哎呦我去，他怎么这么能编呢？顾思凡肯定要吐槽我了。But 如果要带一个人居家14天的话，你会选择谁？还是选彭楚月吧。爱还在的。Hot two。像小孩子一样。或者你有什么想法？或者你有什么？怼他脸上，怼他脸上。队友们的宠爱太过沉重。Part three。就这样，咱们先不说，咱们到时等他下来，咱们就装作刚开始采访。你看他是不是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银河系乐团，肯定是这么开始。好，咱们一会儿赌一下，一会儿就只问五星问题，对，好吧？三二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银河系乐团。快点，我还要带着机器，快点，那你就自己说就行了嘛，好像。三二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银河系乐团。能不能别笑？然后感谢挥霍啥呀？感谢挥霍的采访。不客气，我也谢谢你。什么意思呀？是要整我吗？是不是要整我？干啥呀？什么意思呀？感觉大家都挺会，是吧？特别是马伯骞。那他拍照的那个特点是啥？对鬼牌 pose 那拽子啊，你看看一到镜头面前这样弹琴呢。我叫赵月，叫赵月，我现在团内站姐。站姐，对，专门给大家拍照。四外科同学啊，就是我们拍戏的时候，只要不拍，在那里凹造型，就拿捏的死死的那个手势，不信你们去看看。今天就希望酷酷的吧。谁最爱拍照？我觉得是白兔，他们是比较有仪式感，喜欢纪念的人。怎么问的都这么无聊啊？有趣的我不敢播啊。不能播的话，那对，那我们就说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播点能说的。哈哈，你们也知道啊。非常突然，来的也非常突然，挺唐突的。